太阳当空照，花儿对我笑。我就是不惧怕阳光的莫吉米德一世，身为吸血鬼中的贵族，我时常因为自己的帅气而感到烦恼。哎，这哪来的光腚小孩，瞎晃悠啥呢？刀剑无眼，还不快速速退下！大王逃命。哎，你想说的应该是大王饶命吧。十里桃花百都艳，墨渊带你看世界。嗨，宝贝们，欢迎收看《墨渊极限番外篇》第十一期。叶扎，墨，你咋头那么大？你说啥？你头大？我去，你个光腚果男，居然这样出言不逊！跑锤子，你给我站住！哎，这不是美羊羊吗？哇，这丑的跟那腊肠似的。墨，你让我一阵苦等啊！说吧，今天把姑叫来作甚？不是你自己说你素材不够了，要来我这里打一点吗？啊，是吗？我有这么说吗？哇，我好口渴，我要吸叶子汁才能维持生命。啊，救命，快走开。啊，这次来叶子家又被当济公了。你说好好的极限干毛线的刷石机呢？明天挖金沙去喽。嗯。阳光明媚的第二天，美羊羊，你咋出来了？叫我美丽终结者。美羊羊变成腊肉吧。哇，是真的丑。叶子，先出去挖沙子吧，有了沙子才能搞金沙。这家伙又在忙活啥呢？关键时刻还得默默出马。把周围小河的沙子挖掉应该就差不多了。哎，不在家吗？一天到处乱跑。三组半的沙子挖个七八块不是问题。嗯，叶子，你啥时候回来的？传送大法。老实交代，干啥去了？是不是又偷懒了？我挖沙子去了。行吧，东西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时刻准备着。好，准备出发。哇，一切小心。欧了，咱们小心一点，别掉到岩浆里。嗯，那我们接下来开始找火焰喷泉吧。哇，你看这些应该就是金沙了吧？哪里啊？我瞅瞅。哟，双黄蛋，那边还有四个左右。哇，叶子，你这地方是块宝地呀，感觉十个都打不住的样子呢。此话当真？小狗腿子才骗你呢。叶志分头合作，用那十字沙封印法。啥？塔基玛？赶快弄你的呗！叶志也过围城了，小心那个弓手别被射中了。我的天哪，快扛不住了，叶子快走呀，野怪都围过来了。来了。哎，你咋又变成果男了？哇，那咱这接下来该咋办呀？嗯，做点弓箭去吧，顺便多备点长条面包。弓箭怎么做？用脚。哦。Mm-hmm.